售出堆得像金字塔的五亿高雄券，就是要吸引民众到高雄来消费。高雄市推出振兴方案，不论是现金、振兴券、高雄券等等，消费满额、上网登录发票，通通都可以参加抽奖。加码高雄券的方式，不仅是数位对接，而且有实体的高雄券都可以使用。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高雄券的这个日月抽，希望也能够进一步的达到振兴经济的效果。欢喜哦，大家吼来阮高雄哦，发五倍券在高雄。高雄这次的疫情吼是最好的，是一个好铁佗、好所在。高雄市副市长史哲表示，受疫情冲击的餐旅业、百货、住宿等等销售额，相较去年同期明显衰退。因此，只要到有发放高雄券的店家消费，就可以消费换取全市通用的高雄券，希望能帮助店家及产业。不过，有些民众反应却不同。高雄券，来你这边消费，我不接受。为什么？伊，阮提证爱找现金吗？吼，我找现金出去，我菜市批货，人无要收证的时阵，我唔得爱倒打，我无钱人批货啊。不错啊。怎样的不错？就是可以有多的钱啊。抢搭五倍券商机，高雄券加码1000元，将配合中央发行五倍券的时间，同时推出汽机车等多项好礼，月月抽。预估结合国庆烟火、台湾灯会及跨年晚会等大型活动，希望为高雄创造百亿商机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李金菊、李娟荣，台湾高雄采访报道。